Understanding is key in mixed doubles. But does it go beyond the badminton court for Goh Soon Huat and Shevon Jemie Lai? Let's find out. 你知道我的脸为什么每天早上醒起来砰砰这样子？知道水肿。为什么会水肿？因为你吃药所以水肿。对啊，对啊。太了解了。我有多少个耳洞？哇，3个。有个耳洞我那里有去注意看哦。这么多。 5个、6个、8个，哇！去哪里有8个？猜不到8个。我喜欢吃什么？哇，就知道你会问我这个问题。火锅，每天都火锅，所以不知道每天都要我要吃火锅。对。一样哦，我喜欢吃什么？不懂。真的不懂。 他也不懂他自己喜欢吃什么，他喜欢吃很多东西，什么都喜欢吃，食物就很喜欢吃了。我是觉得我什么都吃啊，食物就是比较喜欢吃日本餐吧，日本餐，日本餐。下次去日本带你去。我穿的鞋什么 size？ 什么打球鞋还是？打球鞋啊。打球鞋，27.5。 你拿我鞋来看看，我穿到鞋你懂吗？懂啊，你没去拿鞋。OK。哦，我这一边的纹身是什么意思？我哪里懂？你懂的。什么意思啊？嗯，是代表什么意思？哦，代表你家人的意思。 对，是我家人这边，是我家人的生日。